来怒吼一下，你是怎么样啦？我们要挑战的是动人抒情歌。好，欢迎我们的金药王还有栗子。欢迎东哥，欢迎哥，栗子姐，各位大哥大姐。哎呀，你这金药王，你这个名字取这样子 OK 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们有想过之后，如果会被禁，就改叫中药王。不是，对啊，我们会跟着业配做变化。对，你们俩都一起玩嘛，还是怎么样？他都骑车载我，因为我没驾照。不是，他骑车载你，是因为他没汽车。你没驾照，哎呀，对了，他能挑多少？从哪里骑过来？今天。 今天做计程车，笑哎！怎么样？他们两个应该一看就是在唱一些饶舌。饶舌，对啊。在抒情歌曲，你们以前有唱过哪一首？抒情歌吗？没有，都没有，只有稍微柔一点，但内容还是很脏。柔一点，对，很脏的抒情歌，旋律可能软软的，但内容可能就是你不想听的那种。 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的粉丝，你快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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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的粉丝，你快进来。哎，宪哥，刚刚金耀王用斜眼笑你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就 OK。 他们两个要来干嘛的？要来唱抒情歌，对，要来唱抒情歌。我们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抒情歌，今天为了这个节目，我们唱《爱我别走》。没错，如果你说这个歌对他们来讲会困难吗？他们两个从讲话的感觉就，但饶舌不怕走音啊。 旋律他有可能是不走音，所以这个还要看个人音感。所以我觉得目前我是不是很看好。哦，对，但是宪哥你知道吗？你的儿子跟他们是好朋友哎。我知道啊，我也叫他们不要跟他们走太近啊。陆七派怎么样？陆七派很熟啦，他是一个人在东区。 然后就一个人在旁边，然后就来跟我们聊天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唱他坐的B？那他骑摩托车去吗？还是坐计程车？没有，他是人突然出现这样子。哎，你知道我谁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然后他就说哦，我是陆奇牌。我说哦，我有听我老板讲过。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，他就回去有传B给我听。哦，但我还没听。没有。 在爸爸面前跟儿子，到我还没听，会听就听。我喜欢这个访问的一派，你竟然在路上搭讪，搭讪人家，你搭讪他们干嘛？而且陆西派艺名很猪喜的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没有，不知道，我爸爸是谁吧？哎，不知道，不知道我爸爸是谁吧？哎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还好我们就爱我别走来给他吃。好，好不好？这个难度很高的，两位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资本主义，他们根本赚不到，嘻哈饶舌的超强二人组，李崇满辛辣歌词的歌曲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资本主义。 这样的rapper铁汉能完美诠释张震岳的《爱我别走》吗？各位朋友，把你的手举起来献给我们。虽然不能给你100%的歌声，但是有100%的氛围，让你感受一下 ，baby。Let's go。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眼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。我不敢想得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。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。 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。
现场朋友给我点噪音。100分的东西不是歌声，是一个自信 ，you know。听的，但爱我们，记得别走 ，peace。厉害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坚持要唱 rap。对，社会也是一种贡献。对。来，黄建东老师，刚你这个第一句一出来，我就弯腰了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有一句话叫做不怕 rapper 有文化，只怕 rapper 唱情歌。因为是说饶舌歌手平常有铁汉的形象，他如果柔情的抒情歌会让少女受不了。那今天他们两个表演是直接打破了这个定律，好不好？所以是会让大家听，我觉得是直接打坏了。没错。他唱完怎么大家好像心情变不好？对。讲真话，本来很欢乐了，不会啦，欢乐。那个其实很像那个狮子会的餐序啊，有没有？大概8分醉，已经醉了。其实是开心的。这样好了，你们自己举好了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举牌。好，谢谢。爱我逃走，爱我逃走。我有一点小晕。